大家好，我叫戴维，英文名字叫 David。那我们要做化学实验之前，要准备好，先把护目镜戴好了，以后咱们可以开始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是 HRO，你们知道吗？什么是 HRO？这是 HRO，这冰块里面有 HRO，这杯水也是 HRO。不，拿一壶热的 HRO 放在这儿，热水倒进去。以后如果我拿一块冰块放在热水，我们看，再拿一冰块加进去，这个是好看吗？真的吗？你别客气的，一点都不好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大家都知道，拿一块冰块放在手里，它会变成什么？就会变成液态的水，是不是？在0摄氏度以上，冰块会融化了，变成液态的水。所以当然，把冰块放在热水，冰块也会融化了，变成液态的水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放冰块，我们放另外一个固体在热水里面看，这是不是比刚才好看？有很多泡泡，就大家以前都看到了泡泡，泡泡会起飞吗？你看我的泡泡，我的泡泡不起飞，而且我戴手套，我可以拿这个泡泡，我不戴手套，我想抓，没了，抓不了。所以我的泡泡跟你们以前吹的泡泡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刚才我加的固体是什么？肯定不是冰块，这个的干冰。干冰是什么呢？干冰就是固态的二氧化碳，在零下78摄氏度，气态的二氧化碳会变成固态的二氧化碳。好，所以咱们看固态的二氧化碳放在热水，刚才我们看到了，它很快变成气态的二氧化碳。这个化学实验好看吗？如果你说我的实验好看，我就高兴；如果你说我的化学实验好看，我不高兴。你想一想，为什么呢？这不是化学实验。刚才我们说水叫什么？水叫 HRO。一杯水里面有很多很多小球，每个小球就叫 HRO。你看一杯水能看到这个小球吗？看不到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小了。我们知道化学反应的定义是一种物质会变成另外一种物质，所以水结冰不是化学反应，冰块融化了也不是化学反应，因为冰块里面有 HRO 这个小球，液态的水也有这个小球 HRO。 你把液态的水加热，它会变成水蒸气，水蒸气里面也有这个 HRO 的小球，没有产生新的物质。有什么区别呢？在冰块，这个 HRO 这个分子它会振动，在液态的水呢，它会流动，跟游泳一样。在气态的水蒸气，这个分子到处都跑，跑得特别快，所以分子在冰块振动，在液态的水流动，在水蒸气到处都跑，没有变成新的分子，还是 HRO。 当然刚才我们看到了固态的二氧化碳变成气态的二氧化碳，也是物理变化，因为还是二氧化碳，叫 COR。 好，我们再可以把冰块和干冰要对比，这里有刚才加了热水带颜色的液体，紫色的。我们先把冰块倒进去，有物理变化吗？当然有，因为冰块在热水融化了，变成液态的水。有化学反应吗？还是没有，是不是？好像没有产生新的物质，就是一个
简单的物理变化，但是我们把电命造进去，有物理变化吗？当然有，固态的二氧化碳会变成气态的二氧化碳，很冷的气态的二氧化碳出来了，把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变成水，这个雾就是空气中的水汽引起的。有化学反应吗？原来是紫色的，已经经过蓝色的，现在变成越来越偏黄色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紫色的物质变成蓝色的物质，变成绿色的物质，变成黄色的物质，这肯定是化学反应。所以二氧化碳溶于水，跟这个紫色的物质有化学反应，会产生新的物质，有不同颜色。这个紫色的物质是哪种物质？这是一种酸碱指示剂。酸碱指示剂会跟酸性的物质和碱性的物质有不同的化学反应，会产生新的物质，不同颜色的物质。那个紫色的物质碰到酸性的物质，它会变成一个黄色的物质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二氧化碳溶解于水，变成一个酸性的物质。这酸性的物质是什么呢？就是碳酸。我们经常喝的饮料里面有气体，那个气体就是二氧化碳，我们不是叫它碳酸饮料吗？所以二氧化碳溶解于水，变成酸性的物质，碳酸。这也能看出来，碳酸会让酸碱指示剂变色。